是不是开始哦？咱头头有讲到啊，因为大风影响，今仔早包括金门、小三通的码头是关起来啊，啊，要去离岛的航班哦，嘛未少，拢是满分的。气象局有计讲，到拜日之前也是真够大风，那是要坐飞机平常出门之前，一定要先联络航空公司。所有椅子都被坐满了，航空公司的柜台头前也有很多民众在问最新的班机情况。受到大雾影响，离岛机场的航班延误，很多民众行程拖延，甚至有人已经到马京，结果因为能见度不好，无法度降落，一个原班机回来台北。应该是6:50啦，哈，嘿呀，搭到马公，然后在那边就试了两次不能降落，结果又飞回台北来了。跑了两趟了，很麻烦。目前包括北竿、南竿机场到中途进程，班机拢是停飞情况。金门小三通码头也因为天气无好关闭，连马京机场因为无线去啊，到早起10:00已经恢复起降。只有金门的上机机场到中途进程，班机拢是延误进行。气象局表示，由台湾附近海面吹南风，加温暖而且真实的空气吹到陆地，拄到透早较凉的冷空气，造成西半部甲离岛拢出现大雾，预计到拜日进前，雾拢有可能会发生。表面上的温度都比较低的，那温暖潮湿空气经过这些表面比较低温度的区域，它就比较容易在低层比较凝结成一些雾滴的情况。气象局也提醒，到下晡受到微弱方面影响，除了东半部有地阵雨，北部、中南部云量也增加。这几天各地能见度无好，开车人除了要特别注意，坐飞机的民众也要掌握航班的资讯。记者曾合报道。